这袁啊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？啊，好，你那样，你呀，马上把人员都分为下去，在村子周边好好的找一找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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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好了。三木，我可佩服你了。指哪方面啊？袁哥嘛，自从你那天跟袁哥说了以后，袁哥就没再吵吵离婚的事儿。 只不过就是一直在家躺眼泪呢。咋样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鬼都快跑十个了，没找到啊！不是，这到底能去哪儿了？什么情况啊？怎么样？你们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不是，能去哪儿啊？这眼瞅着天就黑了。就是啊，哎呀妈，急死了。 不是，徐会计，要不你带人再到村后面去找找去，我到树林那边去看看。你上树林看去？啊，满的不行啊，那我给你一块去吧。哎呀，不用，我自个儿去就行了。你赶紧带他们去吧。你自己去不行，万一你犯病了，你说这一个人怎咋整啊？哎呀，你就不怕我点好啊？没事就大白天的，赶紧的，别站着，快找去啊！那行，那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好，走走走，行行行，那你们注意点，那边快快快，这边后边看清楚了啊，仔细一点。 你去哪儿了，子涵？本姐姐向你们保证，今天你们吃完这个，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想想，口腔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，味蕾在美妙的感觉中荡漾。上至5000年，下至我们激情燃烧的现在。 如梦如幻，犹如一段美妙的。谁？谁电话？喂，爸，什么？咋不见了？不是，爸，别急，不能吧？他不能这么快到城里来。那个子涵把我给他买的那个水果啊，全都带走了，我估计他可能去医院看奶奶去了。好，那这样，我现在就去医院。金钊啊。 你那样，你到了医院呢，不管找都没找到。你马上给我回个电话，好不好？嗯，行，放心吧。那什么，我得赶紧走了，子涵不见了，我去。等一会儿，我去。三木，你分析的还真对啊，这子涵肯定是去医院了，不然他能去哪儿啊？是，子涵这孩子跟奶奶感情太深了。哎，这样吧，三木，如果罗奶奶有那一天的时候。 小女孩，这么大个儿，十来岁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没看到。啊，怎么样？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子涵，子涵，去哪儿了？子涵，子涵，子涵，子涵。哎，爸。镇长。 怎么样啊？我全找遍了，所有的护士还病房的人都没看见子涵，没有啊？罗奶奶病房你都找了吗？去了，我怕罗奶奶知道，我让初潇潇去的，都没有。爸，我之前就跟你说过是吧？子涵那么小，咱们村离县城又这么远，他不可能走到县城来。我估计啊，他现在没准在村里谁家呢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 怎么回事啊？子涵没去医院呢？没有啊。那这可怎么整的？那咱们现在去哪儿找啊？咱们去公交车站吧。我想啊，子涵可能是坐最后一班公交车到县里来的，所以咱们到车站。好。啊。
翠菊啊，你到前面那几个小贩那去打听打听，好不好？我到候车室里去看一看。啊，好好。哎，齐经理啊，啊，有事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子涵？这啥破手机咋还没电了呢？哎呀！怎么样？找到没？没有找啊？这几家院子都找了，连个人影都没看见。怪了，人还能蒸发了？这样啊，你都听着，那个你们挨家挨户。什么那个猪圈呢、啊、狗窝呀、啊、还什么地窖啊，好好找找啊，就是挖地三尺一个找出来，听着没？哎，学会计，我这怎么听着你像日本鬼子扫荡呢？也对，就扫荡，你就不管他在哪得扫出来，快去。咱就这么跟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，肯定不是个办法，得先确定个目标啊。屁话，有目标还用找吗？那个崔会计，咱村里不有大喇叭吗？大喇叭不坏了吗？哎，会计，在咱村微信群里发个消息不行吗？你咋这么多废话呢你啊，听你们还听我的？谁也不听，子涵说了算。你怎么说话？这孩子，你爸跟我说话都客气，你看你这谁呀，赶紧找出来，快点快点，挨家挨户找。说的，他没接电话，为啥不接？可能不熟悉你的电话号呗。嗨，那他刚才给你电话里咋说的呀？他光说的子涵，然后我这电话就没电了嘛。那子涵会出啥事儿吧？哎呀，不好说呀。哎，对了，你看前面那小道没有？啊，咱俩走那近道。啊，就那条啊。对。没事啊，没有了。不是车翠菊的车吗？你说你呀，你说你早上这不把油加满呢你。哎呀，你埋怨我干啥呀？那当初不是走得着急吗？你快想想办法呗。我有啥办法？没油了。哎呀。那样吧，咱俩晃一晃吧，就那个油箱底那个油嘴啊，要晃一晃，我估计接触到油不能着，完了对付到加油站再说吧。能行吗？行，试试来。行吧，来试试，这么的啊，我喊一了啊，预备，一二，晃，哎，晃，这样。打火，这边打火。千雪，你咋来了？咋？我碍你们眼了，耽误你们好事儿了是吧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你恶习不改，你变本加厉，老天爷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。别在这胡说八道行不行啊？我胡说啥了？我都亲眼看见了。我告诉你，过去你玩弄人家感情，现在你追风玩车震，你是个人渣，你要遭报应的。你们俩都要遭报应的。
谁玩车震了？瞎说什么呢你呀、啊？我瞎说，我都看见了。你们俩玩车震。李翠姐，我和林三木就是玩车震了，咋地吧？叫你自尊恨吗？老扁，不自尊。我和我爱的人在一起，我就不要脸了，就不自尊，你咋地吧？你爱的人，谁是你爱的人呢？陈翠姐，别在这瞎说了，你呀、啊，少管。哎，李倩姐，你现在心疼了是不是？你现在心里很难受，你嫉妒是吧？你早干啥去了啊？你早干啥去了？当初林三木就差把心包出来给你吃了，你就那么抛弃他了，跟一个混蛋结了婚，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他半辈子？陈翠姐，越说越不像话了，你。我告诉你啊，于倩雪，像你这种人。活该没人爱，活该守寡，活该一辈子就是你自己一个人。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爱情。不要跟你说话，滚！我才不想跟你说话呢，你才应该滚呢。你干什么呢你呀、啊？你说什么呢？用不着你管，赶快走。你咋这样对我？你看不出来我处处护着你、爱着你啊？你就是一块石头，我都把你捂热了。快走！哎，你回来，你真走啊？林三木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个党员，你今天的行为我要上组织上汇报，我要跟李书记说。你爱跟谁汇报跟谁汇报，我也没那人，我怕啥？你爱找谁找谁，你上哪告随便。哎，千寻，你千寻，千寻，慢点，消消气儿吧你呀，气就那么大呢。啊，张先生，你看你，我一定要汇报。我哥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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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，别生气了啊。人家诸葛亮三气周瑜那是为了国家，你说你跟我生气，你说把你气死了，你人也没了，我也完了，你犯得上吗你呀、啊？告诉你林三木，你今天的行为，我就得跟组织上汇报，我一定要跟李书记说，你说啥都没用。你爱跟谁说跟谁说，我矫正不怕影子斜，走吧。哎呀。姐，你别难过了，这事儿不全怨三木哥，不怨他怨谁啊？林建学把话说的那么难听，他就那么忍着，我帮他说话吧，他还让我滚，你说他是不是傻呀？他分不清谁怨谁，听谁好谁坏呀、啊？哎呀，这事儿不是僵到这儿了吗？你俩这么近，他不说你说谁呀、啊？拉倒吧，我也看出来了，我就是剃头挑在你头上，他根本就不重视我对他的感情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看咱家大事小情的都是三木哥帮忙，人家凭啥呀？这不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吗？啥也别说，我就是贱。那辈子缺男人缺怕了。哎呀，姐，别生气了，别伤心了啊，姐。姐，咱俩得想着把那车弄回来呀。你说这大雪抛天的放在野外，再让人弄走了。那让管顺去弄吧。他算了吧，还是咱俩去吧。对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这年龄不是问题，现在年龄还是问题吗？是不是？关键你得看人品，哎，人品好了比什么都强，是吧？另外，我跟你说，
人家在俄罗斯做了这么多买卖啊，赚了很多的钱呢。你要是能嫁给他，那你幸福死了啊。还有啊，什么什么的那个于倩雪呀，什么车穗菊呀，那他们跟你说没戏，根本跟你没法比。哎，你现在呀、啊，别说跟他们是三足鼎立啊，你就五足鼎立，现在他们没有可能性。你现在实力是最强，又年轻又漂亮，是不是啊？其他人啊，没有用。嗯，哎，为啥这么说呢？你别忘了，你还有一个姐夫。哎，你姐夫呢是这个村会计。说白了吧，我呀就是村里边的财政部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说他们几个人跟你能相比吗？能有竞争力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别不耽误事儿。万一哪天我跟你说桑木他要是不干的话，我跟你说你别剩家里边，姐夫别说不管啊。哎，行了，那什么，你姐来电话了啊，回头再说。哎，啥事儿啊？没事，你给我打什么电话？一天真是。吃饭着什么急？我一个村会计还能饿着吗？啊，行了，我这还有事呢。啊，好了，先别磨叽。妈呀，咋的了这是啊？你快去，拿点红糖水，拿点药。啊，好，快去。哎呀，这是，见你一面，等会儿啊，不要急啊。好啊。我奶奶啊，正好啊，来喝点，这咋又犯病了？这是，来喝点水。你说这病啊，就像在兜揣着似的，说犯病就犯病了。你说这可怎么整？你说可得小心呢，以前是吧？哎呀，这可怎么？没电？不是，就我电话这是？我知道是你手机，我不没电了吗？一到关键时候就没电，你这行不行？我使，你使吧，使吧。再回点，好点。建中，你赶快回来，快点！你雪姨有病了，你赶快给她送医院去，听没听见？快点啊！哎呀，好了。你建中打什么电话呀？我都没事了，我不去医院。什么不去医院呢？我是村支书，你得听我的。听啥听啊？我好了，你赶紧找孩子去吧！啊，快去吧。你说今天哈，我给那个齐总打电话，嗯，刚说到子涵俩字，你说我这个手机就没电了。书记，以后你电就充足了，容易耽误事儿。哎，这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子涵，哎，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呢？你问问子涵吧。咋回事啊？奶奶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自己去县里。怎么，你自己去县里了？那是为啥呀？我想我奶奶了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子涵呢，真是人小鬼大，可把人都乐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子涵吗？哎，干嘛去啊？我去县里。这大冷天去县里干啥呀？
我去看奶奶。哎呦，真孝顺。哎，你嘴巴咋上火了？想奶奶了。哎呦，上车吧，我送你过去啊。不用了，我走路就行。你这两条小短腿走到县里，那不得猴年马月了？上车啊！不用了，叔叔，真的不用。叫啥叔叔啊？叫帅哥。走啊，上车，来。车上可暖和了啊！慢点啊！哎，坐好啊！坐好了啊！没开门呢，哎呦！哎，车里暖和吧？暖和，跟屋里似的，对吧？嗯。可能让你上来，你还不上来？卤子豆腐。这运豆腐的车能没豆腐味吗？你身上有股奶味儿，还没断奶吧？听众朋友们，儿童失踪案件有新的消息。有目击者称，他曾在民乐镇看见过一个中年男子带着那个6岁的小男孩去了火车站。那个中年男子有可能是当地农民。有关部门提醒大家，要监护好自己的孩子，不要轻信陌生人。喂，谁啊？老哥呀，啊，啥事儿？你说。啊，这样啊，哦哦，有孩子了啊？多少钱啊？啊，行，哎，但是时间太久不行啊，是怎么的呢？我这不马上也要结婚了吗？啊，行，钱没问题，哎。那行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现在有事儿呢啊，我一会儿给你办，好吧？你挂了啊，哎哎，哎，你奶奶看病缺钱不？嗯，怎么了？要是缺钱的话呢，我可以帮你了。怎么帮啊？知道刚才给我打电话的谁吗？不知道。是个人贩子，我准备呢把你卖给他之后，然后换了钱去给你奶奶看病，你看好不好？不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在上官窑坐着啊，我下去办事儿，马上上来啊，别乱跑好不好？知道我下去干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我下去做一笔大买卖，然后挣了钱之后呢，去医院看奶奶啊。乖乖在车上等我，嗯，最乖了是吧？哎，哎，嘿，把我车钥匙干嘛？哎，你把我锁里边了，把门打开啊！我不开，我要报警。你报警干什么呀？你和人贩子是一伙的。我逗你呢。我一会儿就报警，你就是和人贩子是一伙的。子涵，子涵呐，你子轩哥啊，去二时辰去买那奖券的，最后让你给破了，损失好几百万。哎，对了，
哎，这半天我咋没看见子轩他跑哪去了？啊，林书记，子轩不好意思了，没来。但是你子轩哥可说了啊，他呀做了个梦，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给了他一组数字，他记得特别清楚，他还说这是仙人给他指点的，结果被你给破了，你说他损失惨重不？行了，哎呀，这小丫头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小人精啊。你们怎么凑一块了啊？啊，这不我跟新涛想请大家吃美食嘛，结果美食还没等吃呢，建昭就接着电话说子涵丢了，我们俩就着急忙慌出来找子涵了。雷姐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他那哪叫美食啊？就是啊，就是拿我们当试验品来了。哎，瑶瑶，你说是那么回事吗？啊，我还没吃呢，我可不知道啊。哎，反正这样请客吃饭的我是头一回遇到。哎，我说新涛，你俩也不觉得咱们请哈？哎哎哎，我们这么真诚这么热情的请你们，怎么是我们俩那么请呢？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我没事了。你得马上去医院。哎呀，不用，老毛病。看出问题了。雪姨啊，还是去医院吧。不用了，子涵回来了我就都好了。阿姨，你去医院看病吧，以前我奶奶有病，我让他去看医生，可是他总是不听话，老说没事没事的，结果现在严重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好起来呢。放心吧，奶奶一定会好的。城里那么大，我都不知道奶奶住在哪家医院，今天我没能看见奶奶，我真的非常想念她，我还给她带了一个鸡腿和两个苹果呢。嗯，有真好呀，孩子。涵涵，奶奶呀已经都好了，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今天跟建昭哥哥上午去医院看奶奶了呀。真的啊？放心了吧，放心了吧。我看那样吧啊，今天你们找孩子也都累够呛了，干脆你们就到我家头去吃点饭。那谁信呢？哎，你跟建昭，你们俩挺长时间不见了吧？你俩喝点。哦，那个，今天不行，改天。好。李书记，今天就不去了。我跟建昭给你们准备的美食，你们还没尝呢啊，一会儿通通给我回去尝尝啊。林书记，我也没有时间照顾子涵，一点心。哎呀，你还用不着这个，这拿着吧，跟我还客气。子涵，听姐姐话，以后不许再乱跑了，记住了吗？嗯，我听姐姐话。真乖。那啥，爸，我明天大晚还有事呢，晚上我就回去了啊。对。妈，我也先走了，我得赶紧回单位把稿子改完啊。好。嗯，走走啊！啊，你这会儿不着急走了？哎，那好，走，那我就不留你们了。好，你们就走吧。啊，走，慢走啊！哎，顺便留下了，慢点啊。安安呐，哎呀，差点把爷爷吓死啊！啊，下回啊，不能这样了啊！听见没？知道了。哎，那好，知道就好啊。哎，那啥，爷爷买的那些冻秋梨呢？爷爷给你拿去。爷爷，你等一下。哎哎，哎你哎，等一下，干啥去？去。你看看你的胡子酷不酷？我看看，哎呀妈呀，酷，太酷了！哎呀，比老妖精还酷啊！啊，哎呀，我孙子给我梳的，能不酷吗？啊，这个好，这个。爷爷，我给你起个名字。哎，叫啥名啊？啊，叫精品小老头。哟，都成精了！哎呀，那啥，站起。爷爷给你拿冬秋梨去啊！嗯，哎，好，等着，爷爷给你取去。
感觉怎么样？没事儿，好了。老说没事儿，一犯病太吓人了。你那病啊，就像在兜揣着啊。对，那这个老毛病了，缓过来就没事。让你去看，我不看，总整这事儿。没事，我到了，你回去吧。这么远我都送了，我还差这两步呢，走吧，走走吧，别再犯病。真没脸！行了，我没事儿，你回去吧。哎呀，回啥回？这不这个冷啊！一天没烧炕了吧？冰凉的。没事。我把灶坑点着吧。点啥点啊？我冻不着。没事，你回去吧。哎呀，你不用撵我呀！我把灶坑点着，暖和暖和，温度上来以后我再走啊。没事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我自己行。行啥行？别在这住。这家真冷啊！哥，你咋来了？哎呀，小寒大寒又是一年呐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说下这么大的雪，你不在家好好待着，瞎晃悠啥呢？你这怎么说话呢？让人都伤心呢。你是我亲妹妹，这死冷寒天的，我怕你冻着，帮你整整炉子，你还呲的我，真是的。你吃饭了吗？吃啥饭呢？磕碜都磕碜饱了。这谁帮你整炉子呢吧？是瑶瑶回来了。不是瑶瑶啊！哎，瑶瑶你回来了。不是瑶瑶。三木书记，你咋上我妹妹家来了呢？不，你妹妹家我不能来啊。不，你大雪抛天不在家待着，你跑外边乱转悠啥你呀？哎呀妈呀！你俩这话茬都一样啊，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，标点符号都一样。哎，你看他那个死厨，哎呀，我要邪命了，你走。哎，书记，正好你在这儿，我跟你汇报一下工作。修车的钱呢，如数都还给人家了，该赔礼的赔礼，该道歉的都道歉了，你还想让我咋的？哎，你说三头，你一天啊？没事还抱个狗到处乱窜，花里胡哨的，你窜什么？你窜呢？你以为你是御犬太监张德呀？那狗是人类的朋友，我都养出感情来了。那现在我老闺女就是我的最爱。哎呀，你的最爱啊！站好了，你说你啊，不顾自尊，人狗不分啊，招摇过市，有损咱丰年村的形象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什么我呀你呀、啊？你说你一天正事不干，东游西窜，一天三吹六哨，吹吹呼呼，没事扎到老娘们堆里的扯老婆舌。你说你唯恐天下不乱，是不是你？哎呀妈，你别老拿那炉钩子，你在我眼前划了，你再勾着我眼睛，你拿来。哎呀，我说书记啊，这是我妹妹家，也不是村委会，就算我犯错了，你不能上家来训我呀。我是村支书。咋的不愿意了？横横的你！哎呀！哎，你看你哥还一倔着就走了。你说，哎，行了，要血命了你这哥都。要啥血命了？有事没事赶紧出去吧，回家。我算是坐在林三木的眼睛里了。这小子，逮住人毛病，死蛤蟆都能钻出尿来。看来。我要想在丰年村重新树立新形象，我必须撮合他跟我妹妹重归于好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是他大舅哥，他不看僧面得看佛面，这样就不能把我怎么着了。眼下呢，
我必须让车翠菊远离林三木，她可是我妹妹的劲敌呀。晚上好，死冷寒天的，你姐俩干啥去了？你鬼呀、啊！走大早一点声都没有呢，吓死个谁？轻功，踏雪无痕。你有事儿啊？我打这儿过，看你们开门，我过来打个招呼。这黑灯瞎火打什么招呼？回去睡觉去吧。妈呀，你这话让你说的真没水平，街坊邻居住着，头顶一块天，脚踏一方土的。不过来打个招呼，那成啥了？行了，你别勒勒了，我们也要休息了，你赶紧回家睡觉吧。此言非常非常诧异呀、啊，你开买卖的，你不得有人气儿吗？你开美发屋，你白天晚上都得有人理发，你晚上我不来，你能有人气儿吗？我不来理发，你给鬼剃头啊？哎，你家半夜做买卖呀、啊？开玩笑，哎，问你们俩点事儿。你说咱村里谁说了算？你们一定得说林三木吧？错了，实际我妹妹说话好使。你看问题得透过现象看本质。你表面上你看林三木跟我妹妹啥关系没有，其实我妹妹垂帘听政，真的。你看年轻的时候他们俩多好啊，你背后就是那姜大牙，要不是暗中使坏，俩人早过到现在了。真的，老话都说了，盐和水勾起老兵牌。那老感情在那撂着呢，谁也拦不住啊！真的，你现在我不是吹的，林三木还在我妹妹家给他烧暖气呢。你三德，胡说八道啥你？真的，姐别听他的啊！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要撒谎，我是我们家老闺女。于三德，你说你，哎姐，你看你这人，你就在这胡说八道。姐，你干嘛去？哎，单相思害死人。好比杀狗撵飞禽呐！烦死你了！这不是顾客的什么都不谈。雪儿啊，这个温度也上来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一会儿你别忘了，咱天产煤啊，完了你别烧老架了，你别煤气中毒了再。哎呀，你说点啥不行啊？中毒谁就中毒了？你才中毒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哎，你这，我帮你烧烧炕，你不但不领情，你还急着歪的。哎呀，赶紧回去吧。我跟你说，倩雪，今天这事儿啊，我真是冤枉。我不聋，我也不瞎。你聋不聋，瞎不瞎的？我今天我就跟，我得跟你解释解释。解释啥？有啥好解释？赶紧回你家去啊！不聋不瞎，那还能怎么的？你还是……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个人那么多话，赶紧回去吧。哎。于千雪，你要这么说，我今天我真就给你好好掰扯掰扯。掰扯啥呀？你赶紧回你家。我回啥？你我再让你出去。我出去啥呗？我出去啊！哎，你这事我要不给你好好掰扯掰扯，你揍我吧你！哎，弟弟，你咋来了呢？你还真是脚踩两只船啊，林三木。你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你是人吗？什么？我脚踩两只船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见面就骂我？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？你白瞎了我对你一片血心，你还不如拿出来喂狗。我跟你什么关系？我早就说了，咱们两个还想咋地？怎么地？怎么地了？
算是看透你，你面上是人，暗地里是鬼，一肚子的男盗女娼。谁男盗女娼了？你，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。你能不能别在人家吵？没事，你俩随便吵，让我也知道一下你是什么货色。于千寻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啥意思？我就这个意思，咋地？哎呵，就你林三木，还要什么一风一俗树新风，建设文明新农村，你拉倒吧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这行为，我得向组织上汇报。你爱向谁汇报你就汇报，我不在乎这事儿，我，你以为我怕你啊？随便。呵，你说他咋是个这样子的人呢？你上我家干啥来了？